口罩，穿着西装，发哥周润发拿着手机和学生粉丝们玩自拍，原来是电影《无双》别叫我赌神的导演庄文强回母校香港浸会大学举办座谈会，特别邀请周润发一同出席。66岁的周润发，尽管满头白发、庞分造型，加上高挑身材，还是帅气逼人。周润发分享自己的演艺经历，对问题都是仔细回答，谈笑风生，让学生们收获满满。去到94年，我同电影师合约就完咗啦。咁我喺电视、电影都跨越咗成20年，系冇休息过，系冇休息过。如果唔系电影有首映咧，我根本冇机会睇到我自己演。周润发在去年8月获颁香港浸会大学颁授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，表彰他在电影界的专业成就以及对全球电影的重要贡献。这也是周润发第三次得到的学界荣誉，意气风发的样子真让人看不出年纪。周润发虽然近期少有作品，但一直保持运动习惯。其实早在2020年就有粉丝捕捉到周润发晨跑的模样，虽然有着岁月痕迹，不过体态保持良好，晨跑过程中也停下脚步与粉丝合影，从私下到台上满满男生风范。 TVBS 新闻刘玉据、郑维珍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